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熊熊大火不断窜出，浓烟直冲天际，这灯民宅陷入火海，消防人员获报赶紧到场，拉起水线灌救。事发就在台中市太平区一间三层楼的透天民宅，三号凌晨2点多发生火警，因为屋内堆满了回收物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还燃烧到隔壁。有爆炸的声音，在一楼。他平常就是捡。 垃圾回收都存在家，他之前有跟他们讲过，政府都来开罚了，开罚也没用。附近邻居提到，民宅内有一对老夫妻疑似受困，还没有逃出来。消防人员控制火势后，持续洒水、降温，并进到屋内搜救。在二楼找到一具焦尸，不过身份还有待确认。消防队将继续搜索是否有民众受困。